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要进行主线啊，少林寺啊。少林寺这边就是要争夺那个武林盟主之位了。然后文章。哦，可我一级金还没给，啊，算了，学不到了，还是侧门可以进入啊？不行啊，这 bug 吗？好吧，算了，可以，啪啪啪啪，阿弥陀佛，今日多谢诸位的英雄豪杰不远千里特地来到少林，共同商议讨伐魔女教之事，老衲不胜感激。方丈大师有令，吾等岂可不来？哎，魔女教本心善举，戒欲森严，可惜财药野心勃勃，万想改朝换代，竟不惜制造三生三死影，不顾天下苍生，视百姓为刍狗。此事请大家前来，就是希望能集结众人之力，阻止这场悲剧。魔女教作恶多端，导致这根本就不顺眼，要踢他们屁股。绝不能重蹈当年药王谷覆辙，一定要阻止他们。方丈有言自有理，但群龙无首无法成大事，那么是否选出一位武林盟主由他统筹此事？不错，老衲正有此意。哦，那这位武林盟主必须要德才兼备，武艺超群才是。武林盟主啊，那可是万能之上，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当的。方丈，不如由你当的盟主，在场有谁比方丈你更适合吗？大家先安静一点，请听老衲一言。老衲这有一位更合适的人选，此人年纪轻轻，却见识非凡，功力也不在老衲之下。何况近期他为阻止魔女教四处奔波，是为盟主的不二人选。能受我方丈青睐，肯定非凡的。不知你所指的是何人？是啊，是啊，是何方神圣让方丈如此称道？方丈何不让他出来给大伙瞧瞧？此人真是才朔风，才少侠。没想到方丈当众推举了我，只是先进的我足以当任这武林盟主吗？不，方丈如此看得起我，我若是退却，岂不是辜负他一番好意？再者，若不能当任武林盟主，岂能号令天下英雄，阻止魔女教为沈娘报仇？这盟主我是非当不可。哇，瞬间跳跃，多谢方丈推举，我愿意当这武林盟主，率领众人共抗魔女教。由总掌门来担任盟主之位，我剑锋派上下自然全力支持。对，我现在是三派掌教师的掌门了。由总掌门来担任盟主之位，谁敢反对？我第一个说不。那我是要选出一位武林盟主，那绝对是我们总掌门莫属。若不是你爸的帮助，我开封镖局恐怕回到魔女教之手里，这武林盟主位置唯有你能胜任。我一向很少服人。但若你是这个击败我过我的家伙来当盟主，我完全认同。感谢你救我出血，但为了大局，你必须拿出真本事来过我这关。手下见真章，没什么用武力高低来决定盟主更加适合。没错没错，就让我们瞧瞧真的本事。哪位武力高强，我们自然服他。哎，这武林盟主可不好当，但为阻止魔女教报沈娘之仇，我非当场不可。哈，既然如此，就承蒙各位前辈指教。方大师，请你试下吧，看这五盟主该如何推举。阿弥陀佛，既然才少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以实力见真章吧。只不过此乃盟主之事，无论胜败，切勿结下不解之仇。今日就拿那充当仲裁，诸位可有异议？由方丈方丈主持，自然是最公正不过。那就请各位稍待一会。那则你别无产地。柴小侠准备好了吗？稍待片刻。每个人都点一点。
那你还跟我打？诶，可是延禧呢？延禧不是有来吗？我不是有截过他支线的吗？神域网，哇！得到这光头，没必要心慌。诶，这边可以交，太棒了！耶、yeah, ！我有易筋经了，我们看一下易筋经好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应该全学会了吧？刀魔易筋经，累计伤害768后恢复11%的生命。这个对我很重要，因为呢，我血太少了。但是文池续墨的好处就是内力可以一直用啦，这是唯一的好处。好，我们来打吧。八卦。好了。你集中30下恢复，还要30下。两倍护体高于内劲。这样，来吧，准备完成。请欲挑战盟主之位的英雄上台挑战查校下吧。哇，他是拿枪吗？他不是拿剑吗？嘟嘟嘟嘟。还请前辈多多承让了。事后我会为你疗伤的，全力攻过来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有机可乘。我的招式吗？破防。砍枪。放马过来吧。砍枪。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你能看清我的招式吗？怎么一直防御啊？有机可乘，有机可乘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砍枪，你能看清我的招式吗？不愧是梁兄的爱徒，实在了得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来吧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戳我。你能看清我的招式吗？有机可乘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有机可乘，接招吧。没闪过，看清我的招式吗？这天机刀法，天机刀法很好用啊。你能看清我的招式吗？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，没闪过。你能看清我的招式吗？有机可乘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还蛮帅的。接招啊！看清我的招式吗？
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想过没想过？你能看清我的招式吗？接招，狂来沙暴。哦，帅！可是这个续，感谢前辈的指教。这个发招的前置作业太长了。好，果然英雄出少年啊！我可是使出全力跟你一较高下，你的实力却不容小觑。盟主一指，你必可胜的。废话，我这么强啊！江湖上谁不知道开封镖局神机门都支持柴硕峰啊？说明他能战胜方丈，不然我绝对不服。对，柴硕峰还可以跟方丈再比一场才行。啊，胡闹！方丈中毒未愈，岂能为每一句不服就擅自内衣比武切磋？无妨，方才跟他们比武，然后那一时寄养，倒也想试试柴硕峰少侠的武功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陈某方丈的大师不嫌弃，那小子只好奉陪了。好，那你是否需要调息片刻？直接来，不必，请方丈赐招。红道，那抢吗？有请方丈手下留情了。阿弥陀佛。还请施主手下留情。吼！吼！吼！给！吼！有机可乘。有意莫待行，待行亦不迎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吼！接招！狂来沙暴！啊、你打到，不可惜了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给！有意莫待行，待行必不迎。接招吧！有机可乘。有机可乘。失礼了。有机可乘，有意莫待行，待行必不迎。老衲对施主不必胜的把握呀，失礼了。失礼了。接招！有意莫待行，待行必不迎。还蛮强的。可恶，没想过。有意莫待行，待行必不迎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给。太大意了。我赢了，耶。硬干干你了！感谢方丈的指点，晚辈受益良多，受教了。柴少侠果然少年英雄，老衲就算年轻时都未必有此功力。方丈大病初愈，功力尚未完全恢复，我只是赢得侥幸罢了。这一仗老衲输得心服口服，众人也无异议。柴少侠，你就别再推辞。请当着盟主位置，率领众人对抗魔女教。若是魔女教阴谋得逞，必定生灵涂炭。不论阴谋教有何阴谋，都必须阻止他们。既然各位如此抬爱，为天下苍生计，小子我后言接下盟主位置，还望各位前辈大师为重，同心协力对抗魔女教禁忌，度过今日难关。如此甚好。哎呀，当上武林盟主啦！有众人武林盟士的帮助，一定可以帮仙女姐姐报仇的，真的太好了。柴硕峰成了武林盟主后，岂不是有一对教主对决？他不会受伤吧？我就知道大哥哥做得到，我就知道少主很厉害。少主成了盟主后，敌人一定更多，月儿一定更努力。想不到霍峰兄弟竟然成武林中首屈一指人。盟主，你要休息片刻，还是直接商议如何对付魔女教？
休息片刻。